这肠粉跟广州吃的是完全不一样，这视觉冲击也太强了，上面撒的全都是花生碎呀、啊！吃了没吃过面？认真吃还没乱，这里是吃吃。朋友们，说了那么多天了，今天我终于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。此时此刻，我就一句话：表哥，我出来了哦！这次广西的第一站呢是柳州，按理说来柳州第一顿高级的整个螺蛳粉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作为广州的肠粉头子，我不吃顿肠粉可能是有点对不起自己啊，所以今天第一顿广西。抢粉 ，Let's go。其实按理说，肠粉这玩意儿在广州都是白天才有的吃，但是今天吃家店，人家就半夜才开门，而且好像不只是肠粉这样，什么螺蛳粉、这个粉、那个粉，都是晚上就一直在营业。你看我后面，大半夜在这吃外面吃宵夜的光膀子大哥，哎呀妈呀，这还睡一个，吓我一激灵。广西的表哥都这么随性的吗？这么离谱吗？大半夜11点钟了，这还这些得搁这排队呢，好像还有漂亮妹妹哦。肠粉做的方法跟在广州是一样的，你将整的肠粉流里头，往上弄点什么？这是，啊，肉末，哇，这么多肉，哇，这四碗料看着太香了，这辣椒，哇塞，我要一个全家福和一个牛肉加蛋的，要不要辣？都要啊，都要，越辣越好。是吗？吃得了，吃得了，我不怕，我有肛肠医院 VIP。你要紧呀。哇、哦，这什么？这黏黏糊糊的。这个是海鲜酱。海鲜酱啊。海鲜酱，酸甜酱。这是花生。花生碎，哇，哦。这是全家福。OK OK， 全家福先放着。老板娘这手势一点都不抖啊，这花生碎撒的嗷嗷多呀。OK， 两份都到了。这肠粉跟广州吃的是完全不一样，跟在潮汕吃的也都不一样了。这视觉冲击也太强了，上面撒的全都是花生碎呀。看一看啊。这谁顶得住呀？哎呦，哈喇子！这花生碎看的也太香了，我闻一下。哦，闻的好香。先从这个全家福的，这份是14块钱，里面有菜，然后猪肉，还有鸡蛋。上面这个花生碎，你看，这太稀罕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我多点这个酱试一试。他放了那么多辣椒，我以为这个主味会是辣味儿，没想到一顿是那种甜香味儿，哇、哦，好好吃啊！有点难以形容这种香味儿，说实话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肠粉，但是这真的太好吃了。这肠粉皮是那种软软糯糯、黏黏糊糊的肠粉皮，不是那种筋道滑溜的。但这种肠粉我也喜欢。就是这么两口，这肠粉足以跟我在广州和在潮汕吃肠粉足以跟他们媲美了，太好吃了。其实刚刚我排队的时候还在想，这一份肠粉至于排这么长时间队来吃吗？大家怎么都这么赶着来吃？吃一口就知道了，它值得哈，它配。嗯，与其说我是把它吃完的，不是说我是把它喝完的。这份是牛肉的，然后还加了蛋，挺贵的。这份20，我单试这个花生碎什么味道？嗯，原来这个甜味是这个花生碎给的，哇，好香哦！它这个与其说是肠粉啊，不是说这玩意叫卷粉，它就是把那个肠粉卷起来，然后把肉都卷在里面，很像我在茂名吃的那个卷粉。这么调皮呢你？嗯，完蛋了！吃完两份没吃饱，没吃爽，但是要再加一份的话，还得去排半个小时的队。哇，好犹豫！完了，算了，全当减肥了，少吃两份吧。我出来了，朋友们，刚才屋里大家都吃饭太安静了，我实在是不敢放肆的说话呀。哎，这肠粉实在是太好吃，太好吃，太香了，朋友们，真的太香了，我都不想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，我都啊，这顿吃的实在是太圆满了。那么下一顿饭，
想必你们也知道该吃什么了，那就是螺蛳粉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朋友们，我太开心了。